Hello， 大家好，我是 Suki。 那么现今社会的家长呢，都处于生活压力极高，而因此忽略掉孩子的成长和学习过程。当孩子跟你说老师给的功课不会做，而你又没有时间去教导孩子，或者你也不会不确定的时候，你能怎么做？那请问你平时有陪孩子做功课吗？没有啊，回到家就比较忙一点，然后忙自己的东西，没有时间去陪孩子。有些功课坦白说我自己也不太会，所以就是把孩子送到安亲班。 OK， 那现在我要推荐你这个是 iLearnX 的学习平台，它很适合就是忙碌的父母，或者是不太会教孩子做功课的父母，然后你可以很安心的让孩子在这一个平台去学习，你也可以知道孩子的功课进度啊，了解他哪一方面呢、会比较弱，所以你就可以加强。好，那你觉得这一个平台对孩子有帮助吗？确实这平台对孩子说是有一个自发性学习这个功能了、然后它可以帮助到我们父母亲的时间省回很多。我自己亲身有过一个体验，就是说我曾经跟我丈夫在日本旅行的时候，那个时候碰巧我的小女儿是要面临考试，感恩有这个 Island Ace， 我就是透过这个平台来督促她的学习，我很清楚的可以知道我孩子的进度和她的强弱点。对，来，我们第一个问题，你们喜欢学习吗？喜欢哦，喜欢。真的吗？还好。好，那么现在我们这个平台它其实是有这个 sticky note 的 function， 这个 sticky note 你可以换成你自己喜欢的颜色，然后你可以做你自己的笔记，然后可以上 Google search 一些资料，这样子啊，放 picture， 放 audio， 放 website， 也可以去 YouTube， 它可以 copy link 直接放在这边。 OK， 那么这个平台呢，除了这个 sticky note， 它还有很多的习题，而且还有 KBAT 的题目，你们是要考 UPSR 对不对？那我们现在来做一下它练习题好不好？可以啊。你觉得这个平台对你有帮助吗？有。那你最喜欢它哪一个 function？ Sticky note， 因为它可以记录东西，然后可以放 video， 因为可以随时随地做，不用等到家长和老师去批改，因为它很方便，它可以知道哪里错、为什么错，还有解释。你最喜欢它哪一个 function？ 游戏很快，我感觉很刺激，还有感觉很快，就是你好像第一题你答得到，第二题你就开始感觉很难答不到，很紧张。Learning while playing games, because we can play games while learning. 出题目的话，遇到的问题就是说老师要花很长的时间去想问题咯。那作为老师啊，你是会花多长的时间去准备学生的练习题，还是他们的教材？大概要一个星期。那这个是老师的一个后台，所以大概你要 generate 这样子的话，可能 less than 15 minutes 15分钟这样子你就可以做完了。你觉得这个平台怎么样？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就是说已经大概是15分钟这样子可以做好的话，节省老师很多的时间，所以我们就省略了上网找资料或者去把这些题目打印出来的那个时间，然后另外就是很节省值哦。21世纪的教学需要一个新的学习模式， iLearnX 让学生学习、老师教学、父母监督都集合在同一个平台上，一切都变得那么的轻松、高效率，不会累，而且充满激励性。学生学得开心，老师教得安心，父母自然就能放心。如何达到这三星呢？秘诀就在 iLearnX， 赶紧拨打电话询问详情吧。